这里是老杰森鱼，我是主播阿布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惊悚电影《隐形怪杰》。男主尼克是个苦逼的上班族，在一场饭局中与女神爱丽丝一见钟情，瞬间变成人生赢家。然后尼克却因此喝多了，第二天上班，整个人昏昏沉沉。听讲座听了一会儿，就开始想上厕所，上着上着还在里头睡着了。谁也没想到，就在他熟睡的时候，楼里出了大事。 由于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，大楼的一半被某种物质放射变成隐形状态，当然那一半也包括熟睡的尼克。就这样，尼克变成了隐形人。醒来时的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可真是不知所措了。已经后的一切都那么新鲜，但招摇的尼克却被反派盯上，想把他拉回去立功。当然，尼克哪里由得他，赶紧逃跑。可反派不愿放弃，两人的追逐战因此拉开序幕。 而刚变成隐形人的尼克一开始还没意识到自己隐形了，这车时差点被一碾而过。最后借着一个酒鬼的身子，这才搭上了回家的车。回到家后，他发现虽然自己隐形了，可一旦吃东西，胃就会显形。而反派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他家住址，尼克只能沦落街头，跟他想象中的隐形人生活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还面临追捕，日子苦不堪言。 想来想去，尼克决定去好友的海边别墅避难。在这里人烟罕至，他的日子倒挺快活。但好友却带着一帮朋友来别墅度假，其中还包括爱丽丝。眼看着好友想对爱丽丝不轨，尼克赶紧帮他解围，并在第二天向他坦白了一切。一开始看到尼克，爱丽丝还被吓了一跳，但两人很快开启了幽会模式。看着爱丽丝在跟空气对话，好友还以为她精神出了问题。 而且好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意识到尼克来自己家住过后，便向反派举报他。不过这会儿爱丽丝、尼克二人并不知道这一切，他还帮他化妆，让他看起来正常一些，效果倒是出乎意料的好。可惜一喝水妆就花了，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而且他们在回家的路上，反派包围了那栋海边别墅。 幸亏两人当时不在家，反派们扑了个空。两人也因此决定私奔到外国。可神通广大的反派不知怎么又发现了他们，抓走了爱丽丝。幸好尼克安全逃走，但他不会抛下爱丽丝不管的。他让反派放走爱丽丝，自己在大楼的顶层等他。谁知这竟是个圈套，原来处在路边的竟是尼克的好友，看似路过的出租司机才是尼克。 气急败坏的反派哪肯甘心，穷追不舍。逃跑的尼克本想脱掉衣服，这样反派就看不见他。可惜他的脑子一时抽风，忘了脸上涂了油彩，于是，一张悬浮的亮脸就这么从反派面前飘过。两人便一路追赶，来到了楼顶。眼看着反派就要抓住尼克，但似乎脑子抽风是会传染的。看着大楼边的衣服，反派想也不想，就是一记飞扑，死了个透心凉。逃过一劫的尼克，最后和爱丽丝来到了寒冷的北方。 毕竟只在这里，尼克才能遭得住厚重衣服的包裹，并和爱丽丝幸福的生活到了一起。这部片真正惊讶我的不是男主尼克的隐形能力，而是美貌爱丽丝的不离不弃。也许这是只有电影才有的情节，但我更希望生活中也能发生这种好事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喜欢本期节目，不妨多多点赞或是留言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